选举快要到，会不会希望爸爸那个行程上面要减少一些之类的？当然希望，因为医生说他后面复发的几率还是有的，就是那有的人你一复发来讲是就马上弹掉了，我不希望，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爸爸变成这样子。复健好像不用了，因为爸爸目前的状态，他测试的就是医生说他自体恢复到90%，那可能血管通了以后，可能有接近到100%啊，或者是他没有任何出现，可能脸歪掉啊，手不正常，任何的这种反应都没有。医生说至少要到下礼拜一，至少7天住院观察1个礼拜，因为其实这个还是有风险。他说本来是7%，2个礼拜再犯的几率是7%，然后会一直往上，会到11%，会到20%。可是他如果啊，所以他现在进去有做治疗，就是他一天打3包点滴，然后那点滴都大概1000cc 这样，然后帮他的血冲单，然后打血栓这样，就是帮他的血疏通。所以谢谢大家的关心，其实他现在是很好的，状态是很好，然后只是他很无聊。水，他的水一定要喝的很多。医生就说他水喝的太少，应该要喝到2000cc， 至少at least 2000cc， 然后不能吃太油，不能吃太咸。选举快要到，会不会希望爸爸那个行程上面要减少一些之类的？当然希望，因为医生说他后面复发的几率还是有的，就是那有的人你一复发来讲是就马上弹掉了，我不希望，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爸爸变成这样子。二姐会打电话给我，她说：“哎、欸，我想吃意大利面，我就会去天母买给她。然后我想吃，她说她想吃泡芙，我也不，其实那个我妈就一直跟我讲说，癌症患者不能吃。可是我觉得她打给我就是要吃东西，我就很高兴，因为之前我去有带东西去给她的时候，她都吃不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她也就出来这样看一下，然后就进去了，然后就陪小孩玩。对啊，那我觉得。”就只要吃得下的东西都是好的。他也是关心爸爸，他要打给我，然后就是视讯，然后看爸爸怎么样。他问爸爸还好吗？他在家里问他，然后爸爸说：“哎，你不要担心我啦，我比较担心你。”就是他们两个会，就是，其实蛮难过的。有时候看到你就觉得，哎，爸爸还是病人啊，对啊。然后二姐打来啊，关心他，他说：“你不要担心，我最担心就是你。”就把自己体力养好，真的，爸爸就很坚强。把自己体力养好，讲对啊，什么都可以吃，不要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